兄弟，记住啊，气势啊！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别把枪要回来。这裤衩改的，啊？行了，哥，那我实在不行，就把你纹身亮出来。我，你，有的认识我，有的不认识。你认识我吗？是，认识。今儿我代表杨老板来会会各位，怎么着？出息了？先酒车是吧？拿啥？我要吃饭，裤衩改了吧？你是头吧？不是。你们欠我半年工资，然后还差我2万块钱油钱，你看你们行，和你的医药费一块儿报。早饭了，饭了。闻的啥？二楼戏子。玩的啥？二楼戏珠。快点说！皮皮虾打篮球。